所以你们看这个啊，演绎法计算并做图式结构的 A 分图。同学们，这是一个什么结构呢？这个我们有一个新名字叫排架啊，是个排架结构。排架结构就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看啊，这个上面，这个上面是什么呢？这个上面是一个阿里杆，看到没有？上面是阿里杆，它只有柔力，这个才是承受弯曲的啊，这个也会承受弯曲。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名字啊，叫排架结构啊。但是你们看，这是一个几次超接力杆，用力法来求。那就肯定是个超接力结构了，是不是？几次超接力？这个是一个几次超接力的啊，这个还有一个 E A 等于五乘大 ，E A 等于五乘大。这个是一个，你看，这个只有轴力，只有轴力啊。这个其实是为了简化计算的，你想想，你去算它的时候，它们不是有一个什么来着？轴力，如果是轴力的话，或者说它的自传的时候，轴力的平方，或者是 F N 乘以 F N P 等等，你是不是都要除一个 E A 呀？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都要除一个 E A。如果 E A 等于五千大，那这一项是不是就等于零呢？是不是？这一项等于零去了啊？所以这个不要去看到它害怕，这个其实是为了不考虑它的走向危险不计，是不是？因为它等于五千大嘛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同学们，这是几次？超接力次数。我们把它写到这里，好吧？我们就把它写到这里。第一步怎样是要确定超接力的次数，这 A 等于几呢？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渐进结构。你们看这里啊，看这里来看，我把它画小一点，下面粗一些，所以刚刚这个考这个大写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粗写啊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哦，这是个角啊。我把这里把它切断，我把这个切断。去掉了几个力，一个，因为它是一个链杆，是不是？它的内壁只有轴力，所以你切断了就去掉了一个力。那它因为去掉以后，这是不是一个渐进结构？是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渐进结构，所以几次超接力？一次，对，这就是一次超接力啊，这是一次超接力。那这个我们叫做什么？这个是咱们的。语音结构是吧？这个是语音结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这是不是基本结构？这是基本结构。那基本体系呢？基本体系，基本体系等于什么？我们这里去掉了，是不是要把力把它补上去啊？去掉了什么力？而且这个轴力是不是要乘？它是内力，它一定要成对出现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它向右，它再向左，这个也是什么？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 C 啊？也是一个 C， 所以只有一个位置量啊。还有原有负载是什么？是十吧？是十啊。你这个力要把它加上来，十七牛。那这个叫做什么？
他们就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 MEPA 还有 MP2， 是不是啊？对。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条例，还有一个 FAMEPA， 但是这个有用吗？这些，因为它的 EA 是无穷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它的影响我们是不用去管它的。有一个阿里达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们其实你不用加进去，因为它的 EA 等于无穷大。好，那我们来做啊。其实说的，其实这个排架结构，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什么结构，对吗？你觉得它还应该是叫什么结构？是不是也可以叫组合结构？里面既有阿里感，是不是又有受完美感？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一个，你也可以，但是又不太像组合结构。组合结构有一个什么？有组合节点，是不是？这里没有组合节点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叫排架，还是把它叫排架结构，不管它好。开始，坐好先，画个背来吧，画背来。Thank you.